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镇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，叫做米西迪亚。主角塞西尔和他的朋友凯恩在一家旅馆休息。我们需要找出袭击巴伦的幕后黑手。我同意，向这个小镇的人打听一下吧。听说巴伦之王变坏了，我听说一位强大的法师控制了巴伦的军队。塞西尔和凯恩讨论他们听到的讯息。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法师并阻止他。我同意，我们走吧。Boss 战役。塞西尔和凯恩潜入巴伦城堡。塞西尔和凯恩面对强敌警卫队长。你们无法打败我，我是警卫队长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他。我们开始吧。进入黑暗。这个洞穴似乎没有尽头，我们应该小心。是的，让我们保持警惕。塞西尔和凯恩面对一个可怕的怪物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打败这个怪物。我跟你在一起。